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参加今天的网上主日崇拜。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2章1到12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亲爱的主，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怀着喜乐和平安的心情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我们感谢你大施慈爱，当世人在罪恶之中没有希望的时候，你将拯救的信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世人。人类的历史从此改变了。主耶稣，因为你的降生，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忧伤变为喜乐，贫穷人得着安慰，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失丧的人找到了方向，消沉的人得着勇气来面对困难，生病的人得到信心。恢复健康，失败的人恢复斗志，站起来重新得胜；失业的人看到新的机会和可能性。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唯有你能给黑暗的世界带来希望，唯有你能止息战争，带来和平，唯有你能止息瘟疫，唯有你能让无可拯救的世界得以重生。整个宇宙都因为主耶稣的降生
充满喜乐。真理的圣灵，求你让世人明白主耶稣降生的真正意义，明白圣诞节的真正含义。主，求你更新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带给我们谦卑和温柔的心，带给我们新生命的活力，与我们时时迎接主耶稣降生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主人，做我们的国王。我们要敬拜你，求你与我们众教会同在，帮助我们敬畏你，多蒙圣灵的安慰，也预备好传福音，让更多的百姓得救。主，愿你赐福给我们一切的圣诞节的活动，坚固圣信徒的信心，也使用我们的活动来预备人心，让还没有相信你的人来认识你，来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世界的救主，让世人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主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今天要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愿神赐福他的话语。兄弟姐妹们，圣诞节快到了，当我们一起欢庆这个一年中最大的一个节日时，我们都期待有一个平安和喜乐的心情。不过现实的世界一点也不太平，大街上喜庆的气氛要比往年逊色很多，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远远看不到什么时候会结束。从东方到西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没有缓和，反而会越来越紧张。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命。在这样沉重的处境之下庆祝圣诞节，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找到平安和喜乐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神的应许给我们的盼望。神的应许是他用天地创造万有的能力来担保的，他说有的就有，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主耶稣，这个应许在耶稣诞生时已经成就了，但这并不是应许的全部，还有很多美好的应许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成就，这是每个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基督徒是一群盼望者，让这个盼望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参加今天的网上主日崇拜。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应许带来的盼望。圣诞节快到了，当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我们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期待，我们都期待有一个平安和喜乐的心情。不过现实的世界是一点儿也不太平，大街上喜庆的气氛比往年要逊色很多，新冠肺炎的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远远看不到什么时候会结束。从东方到西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越来越紧张。战争的威胁不仅出现在东方，也出现在西方。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命。在这样沉重的处境之中，我们一起来庆祝圣诞节，我们需要从神那里
找到平安和喜乐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应许带给我们的盼望。我讲的第一点是什么是神的应许。我们大家做基督徒做久了，对神的应许这个名词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我们常常说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应许这个词在圣经中大约一共出现了有5000次之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但是应许这个词中文的翻译得太文雅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使用应许这个词，不太容易理解是什么意思。那么什么是神的应许呢？英文是 The promises of God， 就是神的承诺，神许下的诺言。简单来说，应许就是神答应人的事情，是神保证他一定要做到的事情。神的应许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神的应许跟我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要从耶稣的诞生来学习神的应许，因为耶稣就是神给人类最大的应许。耶稣是应许之子，是神赐给万国的应许之子。The promised son for the nations。 圣经中有好几个应许之子，第一个应许之子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以撒。以撒是在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借着上帝的应许出生的。后来还有先知撒母耳，还有新约的施洗约翰，都是应许之子。最后一个应许之子就是耶稣。这些应许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借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的大能出生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来学习什么是神的应许。创世纪21:1，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英文是 Now the Lord was gracious to Sarah as he had said, and the Lord did for Sarah what he had promised。 在 这句英文的翻译中，神所说的 He has said 跟神所应许的 what he had promised 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所以在这句话里面，神所说的就等于神所应许的。有意思的是，神所说的 He has said， 说这个字跟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的说是同一个字。在创世纪1:3，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的说，跟神照着先前给撒拉说的话成就，这两个说字希伯来文都是 amar， 这个动词既有说的意思，也有应许的意思。神应许就是等于神说话，就是在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说有就有的说。神应许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就等于是神说要有一个儿子，于是就有了以撒。真是奇妙。更奇妙的事情还在后面，神向我们许下了诺言，神也亲自成就他的诺言。创世纪21:1，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这句话中成就这两个字和创世纪里面的
创造的造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创世纪一章十六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神造日月星辰的造这个字，跟神给萨拉成就应许的成就原文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都是阿萨，基本的意思就是做 do 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是非常的奇妙，就好像他创造世界一样的奇妙。神如何保证他自己的应许最终能够成就呢？神的应许能够成就的原因是基于神那种说有就有的能力。神怎样用他无限的大能创造了日月星辰，他也怎样用他无限的大能做成他的应许。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应许就等于是神的说话，神成就他的应许就等于是神创造他的应许，这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真理？所以神的应许绝不像人的承诺，人的承诺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我们有美好的愿望也不一定有能力去实现。就好像我们父母向我们的孩子承诺说，孩子啊，爸妈妈现在努力工作，将来要送你进最好的大学。可是有一天加拿大爆发经济危机，父母破产了，我们的承诺也就无法兑现了。我们相信父母的好心，但也要清楚地明白他们的承诺不一定百分之百能够兑现，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但是神的应许绝不会是有心无力，而是有心有力的，有他创造的大能来保证。另外在神和人的关系中，应许和立约是不一样的，立约是神和人双方都有承诺都有责任，而应许是神对人单方面的承诺。神对人的应许基础是建立在他自己的主权之上，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或者任何外力的胁迫，也跟人的作为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亚伯拉罕听神的话，他有好信心也有好行为，所以神应该给他应许。如果不是神主动的应许在先，人的任何作为都是枉然的。应许是神基于他慈爱的属性白白赐给人的恩典，绝不是神亏欠于任何人的补偿。我们一切的祝福和恩典都是来自神主动的应许，所以我们相信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主动，出于他的恩慈和恩典和怜悯。而以撒所代表的是未来的一个更大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我讲的第二点是应许之子耶稣。应许这个词又有计划的意思，神有计划地实现他的应许，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出于他永恒的计划和智慧的思考，而不是出于他一时的冲动。神的应许就像他的计划一样，是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神在历史中做大事，
他不仅超越，而且能够介入历史，行万事，以有效地达到统治万有的目的。如果我们理解应许的这一层含义，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什么是神的应许。神按照他所应许的，按照他所计划的，给亚伯拉罕和撒拉成就了，让他们在生理上已经不能生育的情况下，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其实仔细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不能生育的人有很多，为什么神要特别眷顾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一对夫妇呢？亚伯拉罕的确特别的敬畏神，神也特别眷顾他们，使他们没有无后之憾。但是这跟今天的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只是神整个计划的一小部分。神的应许有更伟大的计划，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给万民。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只是让他老来得子，让他有后代来继承产业而已，也不只是关系到一个家庭，也不只是只关系到一个民族，而是关系到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因为神在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隐藏了耶稣基督的应许。当亚伯拉罕经受了神的考验，愿意献上第一个应许之子以撒的生命为祭之后，神对他说，因为你愿意献上自己的独生儿子，所以我亲自向你保证，我必大大赐福给你，要给你许许多多的子孙，像天空的星星、海滩的沙粒那么多。你的后代将征服敌人，创世纪22:18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句话我们看中文看不出有什么关，这句话我们从中文看不出来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你的后裔中的后裔这个字是 seed， 就是种子的意思，是单数的 seed， 不是复数的 seeds。 英文是 In your seed will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because you have obeyed my voice。 既然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多得像天空的星星、海滩的沙粒那么多，为什么这里只用单数的 seed 而不用复数的 seeds？ 这是不符合语法习惯的，是很奇怪的用法。2000多年以后，保罗在圣灵的光照下解开了这个奥秘，在加拉太书3: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原来神的应许中的这个 seed 指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中特别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我们读圣经是永远读不出这个意思来的。耶稣的诞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耶稣的降生实现和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我要讲的第三点是，耶稣是万国的应许之子。当耶稣出生以后，有三位来自东方的博士跟随一颗星星的引导来到以色列
朝拜耶稣。马太福音二章七到十二节，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三个博士的到来和他们带给耶稣的三样礼物，其实是神早已在旧约的先知书中所应许的事情。他们是星象学家，很可能是来自波斯。自从几百年前犹太人被掳到波斯之后，那里一直都有犹太人居住，所以这三个博士很可能是从犹太人的先知书那里得知了米赛亚的预言。第十节告诉我们，他们看见耶稣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大大的欢喜，就是极其欢喜、极其高兴、欣喜若狂的意思。大大的欢喜这个词组在新约圣经中总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大大的欢喜就是这三个东方的博士看见耶稣的降生。第二次大大的欢喜是几个妇女在耶稣的坟墓那里看见耶稣复活了，他们大大的欢喜。第三次大大的欢喜是耶稣的门徒看见复活的耶稣升天了，他们大大的欢喜。这三个博士看见耶稣不仅非常的高兴，他们还来敬拜耶稣，他们有一颗敬拜的心，他们相信耶稣是神赐给犹太人的国王。有一位圣经学者这样解释，他说这三个来自东方的博士就代表了全世界天下万国的人来朝拜耶稣。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人，也是为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这三个博士的行动就提醒我们，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怀着喜乐的心情来敬拜耶稣。在诗篇第72篇10到11节，他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以赛亚书60章第6节，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两处旧约的经文都是预言到外邦人要来敬拜耶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是外邦人，不管是欧洲的血统还是华人的血统，在犹太人看来我们都是老外，我们都是局外人，我们都跟神和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关系。但是神的应许是包括了全世界的，他的儿子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也是我们全世界的救主。耶稣的降生不仅实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也实现了神对全世界的应许，就是外邦人也要成为神的子民。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神，他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也有能力拯救全人类的历史。你和我都是这个宏伟计划的受益者。弟兄姊妹，希望在这个寒冷的早晨，这个信息能给你的心灵带来温暖。我们当中许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都有一两周的休假时间，希望大家在享受我们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也花一点时间来感谢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丰盛恩典，为神实现了他的应许而高兴，而欣喜若狂，然后就像这三个东方的博士一样来敬拜耶稣。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对耶稣并不感兴趣，他们巴不得把圣诞节 Christmas 改名成 Holiday， 就像耶稣诞生时候的以色列人。在马太福音中，以色列人对耶稣的态度和东方三博士对耶稣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太福音其实一开始就记载耶稣的家谱，这表明耶稣的诞生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应许的实现。但是奇怪的是，马太福音没有记载任何以色列人像三个东方的博士一样来敬拜耶稣。路加福音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牧羊人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牧羊人看见耶稣诞生的奇特景象，他们就去告诉了在伯利恒城里的其他犹太同胞。他们的反应是惊讶，是稀奇，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三个东方的博士一样去敬拜耶稣。最后耶稣诞生的消息也传到了希律王的耳中，结果希律王杀死了伯利恒城的婴孩，因为耶稣的诞生威胁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今天有很多人还是跟这些无动于衷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听说了耶稣的诞生，他们知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听说耶稣死后复活了，他们甚至也听说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但是他们不仅不来敬拜耶稣，反而希望耶稣距离他们的生活越远越好。但是将来有一天，所有这些对耶稣不感兴趣的人，他们仍然不得不面对耶稣。我要讲的第四点是，圣诞节的应许为我们盼望将来的应许提供了信心。神在过去实现了他对我们的承诺，这给了我们信心，就是神对我们将来的应许和承诺也一定会成就。当我们在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弄清楚这些先知所盼望的未来是指的什么时候。有时候他们所盼望的将来是指的以色列从流放当中回归祖国，讲的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拯救。有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未来是指的耶稣的第一次降临，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将来是指的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就是历史的终结和救恩的彻底完成。先知以赛亚在预言，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同时也预言了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一段经文的前半部分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句话很明显是指的耶稣的第一次降临，这个应许已经在历史中应验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就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句话是指的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句话还没有实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统管全地，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政权要遍及全世界，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且他要以公平公义治理天下，最终要为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是无穷无尽的和平。那时将是全人类最美好的时代，这些都还没有实现。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快乐地回顾耶稣的第一次来临，我们也需要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期待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耶稣的诞生实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给了我们面对将来的信心。在神的应许中，那些还没有实现的承诺，将来有一天都会全部实现。应许是给我们带来盼望的。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应许带来盼望，盼望是一种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单单是信徒而已，我们还是一群盼望者。盼望这个词包含了两个事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它代表了神所保证的未来；从主观的角度来说，它代表了一种积极向前看的生活态度。在我们等待神的应许成就的过程中，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情过好每一天，这跟乐观主义是有很大分别的。乐观主义是在没有可靠的保证的情况下，期待明天会更好。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漆黑的夜中吹口哨给自己壮胆。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盼望是一种的信心，是对神的信任，是仰望神的应许会实现。就像在基督徒的葬礼仪式上，当信徒的遗体被埋葬的时候，我们会带着盼望宣告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逝去的人将来一定能复活进入永生。乐观主义有时是盲目愚昧的乐观，他们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是否真的能实现是没有任何保证，是不确定的。而基督徒的盼望则是必然会发生，有神的保证，并且这种盼望会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在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可以根据神的应许
去盼望人类最美好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尽管我们周围的现实看起来是那么的灰暗。今天基督徒的盼望这个观念被世人大大的误解和诽谤了，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跟世俗文化所倡导的自高自大物质主义的世界观是相抵触的，激起了他们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盼望，认为死后有幸福这一种的盼望是一种的迷信，是迷惑人心，会让人变得被动，会降低人们改革社会的意愿。一些心理学家也反对说，他们认为盼望就是逃避现实，使人不去面对现实生活。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像神学家鲁伊斯所说的，在今世有最多贡献的人，就是那些最多想到来生的人。基督徒的盼望，其源头是信实慷慨的神，他呼召我们要努力去追求真爱，去追求喜乐热忱，也要积极主动的去行动，努力实现神的旨意。这是一点儿也不消极，一点也不逃避现实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的诞生，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把盼望扎根在神的应许之上。这个应许是神用他创造天地万有的能力来担保的，他说有就有，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让这个盼望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咱们观看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不如意，有许多的灾难，有许多的悲剧在我们周围发生。主，我们的心情会沮丧，我们会怀疑，但是主，你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你的应许之上。圣诞节就是你实现了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仅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不仅是你对以色列的应许实现了，而是你对全世界全人类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件事情上实现了。主，你还有许多的未来的应许，未来的承诺还没有实现。主，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相信你的应许，所有的这些美好的应许，你所应许的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没有痛苦，没有战争，没有疾病的，永远喜乐，永远无穷无尽的和平的这一天，终于有一天会到来。因为你是那个应许的神，你是那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你的应许就是你的说话，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然会应验。我们相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Thank you.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